驶导航，逆行，请掉头。目的地到了。开始导航。目的地到了。新人，我是你的追击队训练教官，你将加入这场追捕街头车手的行动，选择你的执勤地点。你的工作只有一个，扣押街头车手，完成扣押，你就能提升追击等级，成为精英特遣，才能完成本次出勤。街头车手很狡猾，但也很单纯。只要他们冒险比赛，我们就能在终点附近守株待兔。我们特遣追击队以守护热湾的秩序为己任，必须阻止这些街头车手。注意前方目标，是一台街头赛车。锁定成功，车载攻击系统加载完成，主控已批准你使用电磁脉冲和扣押环。释放电磁脉冲可以让目标减速，让你能更从容地截击对手。使用扣押环可以持续损伤目标车辆，直到逼近目标。我知道你想得到更多的褒奖，可是刚刚那场行动其实是追击队监控数月的成果，算是亲手任务。真正的追击行动就从空中开始。正式欢迎你入伍，追击队员。队员请注意，为了提高队伍的执勤效率，总部已部署了搜索卫星。点击车载面板的搜索按钮，即可调用卫星数据找出街头车手。机内配备有锁定装置，一旦发现目标，可以从空中直接发起锁定。成功扣押目标，你的追击等级可以再次获得提升。你可以选择继续追击，也可以结束你的执勤。作为训练教官，我的作用到此为止。欢迎你入伍，共同守护热湾的秩序。
你来了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保时捷 Taycan， 他们的纯电性能跑车。你忘了，我想重组我爸的街头赛，那就开上我改的车，下赛道刷圈速。这里看起来就是海滨度假区啊，有江景、帆船，远处呢是摩天轮。停车，你知道吗？几乎每一位街头大神都是从这儿起步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条赛道见证了每一位街头车手的成长，是赛车手梦想的出发点。在热弯之眼的见证下，一切以赛车说话，这就是热弯精神。我的期待被你拉满了，薇拉。我约了不少知名车手，待会儿的比赛肯定会很精彩。哇哦，保时捷 Taycan， 偶像，今天的比赛你也来了。车不错，可惜车手火候差点。我是麦克，我们赛道终点见吧。我在前面等你哦。都到齐了吗？大家都很给后明这些面子啊。听说有非常厉害的悬崖飞车手要参赛，这让人怎么忍得住好奇心？哼，热弯之眼最快的车手只能是我，你们就好好看着我吧。今天可不是你的主场，主角还没说话呢。好啊，痛快来场飙车秀，偶像，让他们瞧瞧你的实力。竟然还开保时捷 Taycan 呢，真有主角的样子。我要有超跑，早甩你们十圈了。不是要拿车技说话吗？那就来抄我看看。哦，菜鸡口气还挺大。你是叫桑尼吧？你愿不愿意跟我透露一些呢？关于你的偶像，我会好好听你说的。你们还真是悠闲，我可不像你们，我会一直赢下去的。你们就是我的第一块垫脚石。可别顾着看热弯之眼，这个发卡弯可是难倒了很多高手。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让到一边去。我警告你，敢赢了老娘，你也是我之后的目标。我一定便找你复仇，让你的眼睛好看着我超过你。我必须赢过你，踩着你。我的赛车只有一只赢才能有意义。你很有野心，我奉陪到底。有点本事啊，热弯新人。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，下次记得约我比赛呀。要冲线了，油门踩到底。嗯，跑得真过瘾。怎么样，这下体会到热弯精神了吧？
了。不可挑剔。